这个槟榔如果呢，就是芹菜果呢，最好是那种槟榔吃啊，哦，啊，要摘的话就煮好，好，那我们拿着它吧。然后呢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右手边啊，这个是机场，我们的机场的花园啊，就是秦淮机场的花园了。看，漂亮，底下呢，这个缆车正好呢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，过来这边走一走啊，走一走，来看一下啊。但马路旁边有一个红，同样阿姨推压的啊，女的阿姨推压。啊，这个我们的右手边这个又是那个阿姨推压的屋子啊，你下面可以看到是空空的啊，下面可以看到空空的，在古代时候呢是。生日啊，这个文化叫生日。泰国的国王呢，泰国人很郑重啊，每一个家的话会有那个国王的照片，每天早上的话，如果是老年人一点的话，都会拜拜啊，起来都会拜拜啊，然后呢，睡觉的时候要提前睡觉的时候又会拜。现在他没过世了啊，可是泰国人一般的话，就是当兵他是神了啊，问他什么都会还用的啊。然后呢，这边也是停车站啊，这个是一个兰花园的。Thank you.